6月28号，范冰冰宣布分手后首更动态，晒出拍摄杂志写真花絮。今日早些时候，范冰冰参演的国际大片《355》也确认开拍，该片导演也 Q 了范冰冰。这一系列的动作是在暗示接下来将重心放在工作上吗？据悉，27号晚，范冰冰发文宣布与李晨分手，李晨随后转发回应。两人的感情从我们开始到我们不再是我们结束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